搭配相机使用。 DJI Mic Mini 支持安装至相机使用，进行音频录制，请按照以下指引进行操作。开启发射器，接收器电源并完成配对，两发一收套装。发射器与接收器从充电盒拿出时将自动开机并完成连接。一发一收套装，需长按发射器、接收器侧面电源按键两秒开机。将接收器通过背夹安装至相机的冷靴接口，使用标配的 3.5 毫米 TRS 相机连接线连接接收器的音频输出接口至相机麦克风接口。安装连线完成后，按照如下建议调小相机增益，避免声音过爆。搭配索尼相机使用时，推荐将录音音量设置为 1dB。 若搭配佳能相机使用时，推荐将相机录音改为手动模式后，将录音电瓶设置为左边第四个小格处。使用尼康相机时，推荐将麦克风灵敏度调节为3左右。若搭配富士相机使用，推荐将麦克风端口设置为麦克风后，将外置麦克风音量设置为-28.5dB 左右。松下相机推荐将录音电瓶设置为-12dB 左右。相机增益调节完成后，旋转接收器增益调节波轮，适当调高接收器增益，以获得更好的收音效果。